不是你要分手，你至少告诉我个理由吧。我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。在一起这么久，你说不合适就不合适啊？咱俩就是和。陆以深，希望你也能考虑考虑你们两个。两位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方说吗？我们解决问题好吗？不要只想着分手。我想好了，咱们还是分开吧。有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不能一起面对啊？我觉得咱俩性格真的不合适。你说咱俩都是好面子的人吗？上回我哥们找咱吃饭，那你就在那儿一直玩手机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那不是我朋友找我聊天来着吗？的确不是因为这一件事咱们才分手的。有些问题咱们都做不到和解也不让步。你说咱们还有一个月就两年了吧？这两年咱们基本是在为各种事儿争吵，我真太累了。可是都两年了，这么久了，我们不能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咱俩现在和好可能会开心一些，但以后吵架肯定会更难受，所以分开是对咱俩最好的选择。咱们好聚好散。